啊，接下来就是 River 要绕背吗？ River 的位置， River 你怎么了？ River 直接踢了个病出来，宰口撒大绝，这个冰河裂隙直接把黑神给敲飞，但 Bripo 的进场是直接关了两个人。大家来看一下后面 Niski 在找机会，见他基本上是没有输出的。River 盾掉队友 ，Maple 再滑进去 ，Niski 来了 ，Niski 来了，直接目标盯上的是 Unify 上挂了一个 GA， 还在往后拉。太强了 ，Maple 这边是闪现往前，但 Maple 是一个人打了对方全部人，虽然最后倒下了，倒在是 Pink 手中，但左边 PSG 的四名成员都还存活。这波真的 Maple 在吸这个团吗？血吸耶，超。